躲避球吗？还是排球？还是啊，那个西瓜，西瓜，就有这么难吗？可是实际上运起来真的蛮弹跳的，弹跳是 OK。平常不会那么惨的，然后运这个特别惨，好难哦，等等，感觉真的会乱弹的，就很难运，它会跑回去。真的很难遇。好，谢谢。会漏气。不是，这是不规则的球吧？不规则。